所以，首先呢，先跟大家讲一讲"信"这一个字。我们念佛啊，我们看下面啊，师兄，我们念佛啊，不但是信心最重要的，而且修一切法门都离不开"信"这个字。一切法门，释迦牟尼佛所讲的49年三百以会，都离不开这个。所以为什么呢？释迦牟尼佛交代他们入涅盘毗卢说，为什么我们每一部经一开端，你看了、哦、释迦牟尼佛所讲的哈、哦，每一部经一开始，必须要从汝是我闻开始。这个是释迦牟尼佛交代阿难尊者还没入涅盘之前。每一部经一开端，必须要从汝是我闻开始的。什么原因呢？如是是讲什么？就是为我们说明信成就嘛。所以信对我们来讲，对我们修念佛的人是一个手段。你要进入一切法门，你没有这个手段，你是没办法进入的。但是每一个人不是那么容易的，比方说你请人家，哎，你跟我一起来念佛，不一定他会听的。比如说我们看那个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，最精彩的故事是谁呀？阿舍世王。你看阿舍奢王临终的时候，他的果报现前，什么果报？无间地狱啊！但是他的命好哎，哎，真的，他的命很好。为什么呢？他遇到了大善知识。这个大善知识是谁？释迦牟尼佛。释迦牟尼佛告诉他，你要赶快念佛，你来不及了。只有这句阿弥陀佛才能够得救。你要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，你要相信阿弥陀佛功德不可思议，你要相信阿弥陀佛愿力不可思议。你现在你能够相信，你就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哎，没想到阿舍世王他命好啊，他的福报太大了，他相信。后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而且品位高啊。那从这个故事里面，谁救了他呢？他自己呀、啊，而自己建立在哪里？他相信，相信谁的话？相信释迦牟尼佛的教诲。所以佛陀十方诸佛如来，只是为我们一切众生指一条明路。关键是在我们自己本身。今天哪怕是左脚已经在无间地狱，右脚还在这个世间，你真的阿弥陀佛功德不可思议，愿力不可思议，只要你肯相信，哪怕一念十念，都能够救得出来的。关键是你自己本身有没有这个信念，那个才是重要的。哦，所以。我们看下面，佛为我们怎么说呢？我们看下面这些话，大家都很熟悉，但是我要重复来为大家再讲一遍，就是说，释迦牟尼佛在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为我们讲得很清楚，信为道源，功德母啊。你想一想，常养一切诸善根呐、啊。这个根是讲善法，一切法都是从信而生的。所以佛告诉我们，信心是众宝之源，功德之母。若没有信心，一切善法是不能增长的。有深信一切善法。修行才能增长，一切功德才能够成就。
所以，而且最重要的，我们的法身慧命都是从生性而升起的。这个法身慧命是讲我们的人生。今生你能够闻到佛法，今生你能够得人生，都是过去生中你对佛法种了很大的因缘。今生又得人生，又闻到佛法，那你想一想，你还要等下一生吗？等下一辈吗？所以，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，不是每一生我们这么幸运啊，不是每一世我们都有这么幸运，真的。今生得人生，你不好好珍惜，那不是很可惜了？